哎呀，两队，两队人呐！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。这波小嘎嘎还是太年轻了，这还有一个小独狼，咱落这边教育他们。三队人啊、哦，看志哥怎么教育这三队人呢？也中啊，连个红点都不给我啊、哦！干了个尬舞啊！别说没红点啊、哦，这有，这房子里有人。哎，这边房子有个人，看到没？跳了三队人，咱们一定要沉住气，知道不？一定要沉住气啊！哎哎哎，要下来，要过道吗？哎呀，夸夸让我撂倒啊！夸一小梭子过去，啊没跑，队友来了。哎呀，队友也被我撂倒。哎呦，哎呀，来吧，小嘎嘎，哎呀，又撂倒了。咱这小枪法方方面面的啊，太厉害了，是不？太厉害了啊！往哪爬？哼，太年轻他们，啊，也死了，也死了，三人头到手啊！应大家的要求，我去舔包啊！听从大众的意见啊！哟，我去，啥也没有，这穷的。这穷的我都掉眼泪了要。哎，还真没人了啊。啊啊啊啊，我就说嘛，有瑕疵啊，赶紧不要。好几个人呢。哎，嘿嘿，全灭，满编队全灭啊！哎呀，有一个漏网的，还想要阴我啊？那能行吗？我是这玩将，有人说我狗，有人说我阴，也有人说我是战术大师。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